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，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，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。遇到人生重大困境的处理方法。遇到人生重大的困境时，一般人通常会被困扰住，不但影响自己的生活品质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可能会带给自己极大的困苦。其实，这时我们应该平心静气，好好的思考最佳的处理方式。现代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，我们应该用科学理性的方法来处理自己所遇到的困境。当我们遇到人生重大的困境时，先准备好纸和笔。一，把这件事所可能采取的处理方式一一用笔列出来。二，再把所列出的可能处理方式一条一条的进行评估评分，看看第一种方式有多少优点多少缺点，再把这些优缺点一一列出来并自己评分，是30分还是80分等，第二种方式等也是如此。三，在对所有可行方式仔细思考并进行评分后，哪一种方式最可行最没有副作用已经很清楚了。四，决定采取最可行最没有副作用的那种方式来做，不要再为这件事去伤脑筋了，会让你痛苦失眠的烦恼大致上已经解决了，按此去做就好了，快快乐乐的过活吧。人生中难免有些不如意，在世俗中有些妇女会有丈夫外遇的问题，当遭遇这种不幸时，你要如何处理？自杀吗？这是会让你堕入恶道受苦的。因为根据阿毗达摩教法，如果你临死前是以充满忧愁苦恼的心死去，那是不善心，这会使你堕入恶道受苦。因此自杀是最糟糕的选择，只为自寻痛苦，让敌人高兴而已。离婚吗？有多少优点有多少缺点？如果看开一点，想想古代的人有三妻四妾，当然现代时代不一样的，如果试着不要想太多，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，快快乐乐的学佛，另一半要让你好好的修梵行，也不是什么坏事啊。而且说不定自己会看得更开，更容易减少对异性的执着，或朝向出家修行之路呢。因此佛教徒应该敞开心胸，朝正面的方式来思考问题。祝大家轻轻松松地摆脱生命中的各种困境。萨度萨度萨度。